你是为我而来吗？我相信，一定是他。制作工艺和技法都比较原始，像是泥条盘铸法的陶器。法师，请不要怪我多嘴，可如果不把这个妖女赶走，她迟早会给我们带来灾祸。这个女子说话做事的确是与众不同。她一个人疯疯癫癫的也就算了，可她现在总带着小法师。帮我们身上的绳子稍微的松上一点点吧。就是啊，你们看一看，他这个手都勒出血了。你看，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，帮帮我们吧！啊，帮帮我们！请坐吧。这么晚了还打扰你，请你见谅。
外面还有一匹骆驼，这些足够你走出沙漠。姑娘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为什么？善良去宽容他人，信任他人，那善良就会一点点被放大，一点点被传播，那样我们生存的世界就会慢慢变得美好起来，一个没有战乱、没有纷争的世界就会出现。身都难保了，怎么会顾及到我们呢？你们把小法师怎么了？小仙女，告诉我，这个宝物它是怎么用的？强盗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不说，我杀了你！哎，你看到爱情了吗？小法师没有看到。你看到爱情了吗？没有。昆沙将军，你看到爱情了吗？他走了。他去哪儿了？怎么也不说一声就走啊？是你赶走了他，对吗？那四个贼人跑了，还杀了人放了火，这一切是不是都因为他？这是我的决定，关他什么事儿？这茫茫大漠，他一个人怎么能走得出去？小法师，人各有命，剩下的粮食和水都不多了，咱们自己能不能走出去我都不知道。是，法师，昆沙将军把爱卿赶走了，你知道吗？孩子，你自幼修习佛法，当知我们学佛是为了明心见性，
达到自我修行的最高境界。对于他人，我们无力干涉。是你让阿青走的，对吗？其实法师也不赞同我帮助那四个盗贼。我虽不赞同，但是你坚持，我就会一直在你身边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渡人有多难。你想想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救那四个盗匪是善，可是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什么呢？况且那晚，你当着村民的面暴露了身份，这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比这场大火更大的灾难。哎，你快说吧，不然他们会杀了你的。哎，快说。哎，我不能把它给你。你不给我，我怎么教你啊？我起来，把宝贝给他，让他射那匹马，到他身后边来。你拿着，拿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刚才动哪儿了吗？怎么不管用啊？没有啊，我哪里都没动过呀。不可能，你肯定是碰到什么地方了。我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。你到底碰哪里了？哎，就是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就是我保证，我就一直拿在手里面看了一看。你再想一想，好好想。他们逼我的，我不想杀人的，是他们抢了水和粮食，还放火烧了营地。我是相信有佛祖的，我想做个好人，饶我一命，饶命！你走吧。站住！带上水和粮食。剩下的水和粮食只够吃一天了。法师，如今的恶果在我，我本想以善止恶，没想到如此艰难。那几个贼人早就起了杀心，动手是迟早的事。我早就说不能给这些恶人机会，不然他们会害更多的人。从今天起，我要进食了，直到我们走出大漠。离这里最近可以补充水和食物的是什么地方？乌苏国。需要几天？最快两天。出发乌苏国。法师，乌苏和玉兹想来势不两立，
他们对我们恨之入骨。我们现在过去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与其困死在沙漠，还不如冒险试一下。给他们留下吧，不用，他们够用的，能走出去的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看出来了，你和小法师都是神佛下凡，都有菩萨心肠。我昨天听小法师说了很多，我相信他。作恶只能苦难无边，我想做好人。那好，那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他们。哎，阿朵丽，把水给我。小法师，喝点水吧，要不会体力不支的。是我连累了大家，连累了爱情，这样我心里还能好受一些。阿朵丽，以后也不要给我水喝了。来，喝了就好了。酒啊！对，平时我总是随身带着，夜里冷了，喝两口就熬过去了。你拿着吧，多喝两口就好了。等你找到他们之后，你是和他们一起回玉兹，还是回中土？我不知道。你呢？你去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肯定不会和阿古柏他们在一起了。每次他们叫我杀人，我都很害怕，但是我不照他们说的做，他们会连我也杀了的。你说你信小法师，那等我们找到他，你跟着他做徒弟吧。我可没那福气。他会收留你的。真的吗？嗯，真的。小法师送过去吧。法师，你已经一天食水未进了。是我下的命令，我要承受这些。这是你的水，还是你自己留着吧。我要目送普门品，求佛祖保佑爱情平安走出大漠。你们都不要再来打扰我了。小法师还是个孩子，我担心这样下去，他身体扛不住。这个孩子的个性我了解，他善良聪慧，但是固执任性，如果不经历磨难，他不会自省的。这也许对他来说是件好事。若连渡自己都做不到，何谈渡人？
小法师，阿晴，是他，阿晴回来了，阿晴回来了，阿晴，小法师，那个妖女怎么回来了？阿晴回来了，阿晴。是吧，阿晴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就知道佛祖一定能听到我的声音，他一定会保你平安的。你求佛祖保佑我。是啊，我说要进食，默诵100遍普门品，让佛祖保你平安。你个小呆子，怎么能不吃东西呢？我不是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吗？怎么会呢？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要同生共死的呀。你看我这不就回来了，而且我还给你们带了水和食物，多亏了迪巴，不然啊，我根本找不到你们。他不是？他就是那个盗贼，是你度化了他，他愿意做好人，他怕我迷路，专程陪我来救你们的。啊，是吗？我一直迷惑，我还以为我做错了呢。帮助人总不会错的。只不过是人和人不同，有些人稍许点化就能一心向善，有些人可能得多花点时间和功夫才行。对对，就是这个理儿。他现在无处可去，你愿意收留他吗？当然，我愿意。真的吗？谢谢法师。谢谢，哎，谢谢，快起来，谢谢，快起来。还在生我的气。法师，我们只能算是勉强逃过一劫，那些恶人还会算计我们的。众生佛性，住五阴中，若坏五蕴，名曰杀生，若有杀生，即堕恶趣。坤沙知错，爱情姑娘对咱们有恩，她是去是留，随她吧。一想到迪巴此前看我的眼神，我的胸口就一阵一阵的疼，我心里也很难受，很想哭，但却怎么也哭不出来。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哭过。哭是什么滋味？哭就是心受伤了，流血了，血冲进眼眶，化成眼泪流淌出来，伤心的情绪也跟着流淌出来。原来是这样，阿晴，你不要走，你走了，也许会哭的。啊，不会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是愿意和我同生共死的人。
别搞得这么严肃，好有压力。怎么了？爱情，你随我去玉兹吧，做我的汉文老师。我家中存有很多汉文经典，家人一直希望我能够学好汉文。你的母亲还有坤沙，他们不希望我在你身边。我不想因为这个让你和你母亲之间产生隔阂，何况我在这的时间是有限的，我迟早是要走的。法师，法师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那帮盗贼给你们带来这么大的灾祸，但是迪巴跟他们不一样，没有他我就找不到你们，都是我的错，连累了迪巴。不要再为难自己了，这就是因果。如果当初不是我执意让坤沙送你走，那些盗贼也不会有机会下手的。不过你当时不走，也不会在我们有难的时候回来搭救我们，带给我们活的希望。世事无常，循环交迫，岂能是一个对错能说清楚的？你也许可以救得了别人，可也许你不仅救不了别人，还会毁了你自己。我们要去乌素国补充水和粮食，你有何打算？到了玉兹之后，我会找一个商队，跟他们一起到中土。就按照你的决定吧。法师，我们该做晚课了。站住！还要跟我们一起走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跟我们一起走，就少惹麻烦。没有你，我不会死这么多兄弟，更不用去乌素国冒险。你跟乌素国有仇吗？你懂什么？我们有可能都死在那儿。你也怕死？你刚才杀人的时候不是挺威风的吗？宣讲渡人的，我身边的人，他们都觉得人的一生能渡劫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何谈渡人？好像有些道理，但是学佛不就是为了要帮助别人吗？我记得有个人，他把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种，最基本的就是生理需求，衣食住行吃喝拉撒。完成这些需求之后，人便有了安全需求，希望自己的生命财产能够得到保障。有了保障之后，便有了情感需求，最后才是得到尊重的需求，
但这些都不是最高的需求。一个人最快乐的事就是实现理想。什么是理想？理想就是你一辈子追求用一生去奋斗的那件事。哦，那你有理想吗？有些头疼，我先回去了。你不要紧吧？没事。法师，早点休息吧。法师，那天晚上你为什么要赶我走啊？有些事情你不需要知道。你就那么讨厌我吗？你弄错了。是你，是我什么？你就是佛祖派来指引我的人。你能别总神神叨叨的吗？你是谁？我是爱情啊。不，我是说，你来到这儿，遇见我，这一切一定不是偶然，要不然你为什么会做那么多的手印？你到底是谁？手印是我跟着上面学的。我就是爱情，我来到这儿纯属偶然，你别想那么多好不好？你不想让我知道你是谁，那我就不问了。哎呀，我就是我。好，你就是你。但是就在刚刚我走出帐篷看到你的那一刻，我就觉得我已经不是昨天的我了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你看，今天的太阳和昨天的太阳是一样的，但是昨天我的心里阴云密布，今天我的内心却阳光普照。一切都由心而定，一切都在一念之间。嗯，说得真好，这个我听懂了。爱情，我一直在想你说的那个没有纷争、没有战乱、宁静祥和的世界，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那样的世界真的存在吗？如果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从那样的世界来的，你信吗？我信，我当然信了。那你是为何而来？你是为我而来吗？我相信，一定是的。只不过，你那里那么美，所以你终究要回去的是吗？是，我要回去的。
但是你要答应我，等我离开的那一天，你要笑着跟我告别，好吗？我喜欢看见你笑。好，好，我答应你。那你也要答应我，无论你何时走，都不能像那天一样偷偷离开了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短兵刃轻装入城，记住，水井在城中繁华处，取水后即刻返回此地，不可耽搁。好。我们不是去乌素城取水吗？为什么大家搞得这么紧张啊？乌素国之前跟玉兹交过战，从此之后两国就结下了很深的仇怨。那他们结下了仇怨，和这些玉兹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？就别问了。昆沙将军，把这个给我。这个不行，这个我必须随身携带。大不了我装包袱里，好吧？这个镯子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自己发光？哪有发光？你看错了吧？冲完水马上回来。不许乱跑！我知道了。等一下，冰野，都是我们的人。啊，过去吧。等一下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冰野，这是我们家主人请了一位汉师。哦，汉师啊！啊，来，通融一下。行吧，走吧，快走快走，后面跟上，快走。多少缘分的蹉跎。